许清策就是我推荐给庆王殿下的，不可能，这不是你啊！没有人逼我，我就是为了立功，机关算尽。即便许清策是云儿的好友，可我丝毫没有手软。谁让他满腹才学，无根无主？ 是偷换试卷的最好人选。那是一条人命。有话好好说，闹什么别扭啊？走了，回家把药上了。 化脓就不好了。 哎，我就算第一次没有接触，你再给一次不就好了吗？